来的话呢，放下来肯定成本很大了，因为那是没办法控制它。对对，这个也可以。这个就是这个边刷扬起来的绳啊，这滚刷是没什么成本，走远一点嘛，走远一点嘛，这个绳子走远一点，到吃进去嘛。第二条几百弯，走快一点。哎呀，还有个在包包高头，包茶在包。